11月19日，有网友晒出大湾仔的夜最新路透，照片中大湾区的嫂子们袁咏仪和应采儿也惊喜加盟，想必有他们的加入，节目一定会更精彩。在最新的路透中，袁咏仪和应采儿手挽手边走边聊，十分开心。袁咏仪一如既往的打扮低调，但气质依旧在线。一旁的应采儿身穿红色上衣，搭配白色长筒靴，大玩下衣失踪的采儿身材很在线，一双大长腿非常吸睛。此前应采儿还和袁咏仪一起上披荆斩棘的哥哥，为自家老公加油打气，几位嫂子为了给自己老公拉票都好拼，全程放飞自我，搞笑能力真是一流的。说起来袁咏仪和应采儿还挺像的，两人都是大大咧咧的性格，最重要的是都有一个模范老公。张智霖参加哥哥时，袁咏仪不仅现场为他加油，而张智霖更是宠老婆出了名的，每次被拍不是到陪着静静一起买包，就是被偶遇到在买包的路上。最后相信这次有应采儿和袁咏仪的加入会更加精彩，也期待节目早日播出。